这个洞啊，都是鱼啊！我看到一只公的苦花在那边冲，冲的话应该会咬，丢了！哦，我靠，凹了去，凹了去啊！哇，你嘞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不要再钻！哦，我不小哎，靠你腰嘞！哇！我靠，钻进去！哇！啊，看到公的怎么钓到母的？来！我老看到鱼。刚刚就有看到鱼在冲了，说：“来！”不小呢，你看那溪这么小条。啊你啊，我刚才没睡觉，亏就睡着了。中了，可是卡进去了。我很奇怪，在，还没掉，不小呢，靠腰，这只好大，哇，又卡住，啊，又卡住，哦，卡了好几次，还在。哇、哦，大鱼啊！这次真的是太幸运了。照理说卡那么多次应该掉了。哇哩嘞，那么粗！哈，先搓吧。哇！啊娘喂，都变，刚刚已经断一个了，我没有拍到，这次又来一只，今天定个细，烧不起。啊娘喂，你卡在石头坑内底，搁无断呢。哦，只大概二八了，没办，你看这亏就碎掉。可就碎掉了，你都要吞两尾啊，中了。刚刚有下一阵雨啊，但是没有很大，这只应该不小。哦，靠腰，哇塞，连续冲了好几下。哦，拖，哇哩嘞！一辈拖，对啊，好一台冲，你看下面还在翻呢，下面还在翻，有没有？下雨了，果然不同凡响。靠，要直接跳下去好了。
哦，来来来，没力了，没力了。哎呀呀呀！哇，二七，肥肥的二七，不要冲动哦。嘿嘿嘿，叫你不要冲动，你还冲动。肥肥的二十七啊，下面一堆啊。刚中午人家这边广鱼打鱼的，现在还一堆。中了，这只好像很大呢，不怎么游，我看它凹掉的，还是勾到的，哦，正吃的，我三十，哎呦，靠腰，我的线。正吃的，这只应该可以提起来，从这里，从这里，大概23而已，哇，大概25哦，提起来很危险哎，不要跳哦，不要跳哦。哇，礼拜哦，你很乖哎，叫你不要跳，真的没有跳。大概24，大概24，哦，蛮肥的，可是这只没什么力耶，它一下子就放弃了。中了，这只也蛮大只的。哦，不要让它往瀑布下面冲哦，瀑布下面有铁丝。哦，这只好像比刚刚那只还大，够个顶。哦，让它一直在这个大池里面游，不要让它钻到缝里面。我看，还没看到。哦，哎，没有刚刚那只那么大，只是比较有力。来来来，这只可以提起来了。我25以内我都用提的。来来来，这只大概也是23、24。不要跳哦，不要跳哦，不要跳哦。哇哩嘞，难怪说这只比较有力，这只肥啊，哦呦呦，这只肥的，肚子那么大坑，哇，我擦一下镜头，难怪呢，我觉得它比较有力，你看一只偏多，啊娘喂，一偏多，人拢两应该放了啊嘞，你奈个巴肚这大坑。